第二十九，颜色如金晶相，为眼目清净明眼，如金色之晶也。 啊，这是眼的好像。那么这个像呢，也做甘青色相，啊，这个在佛像里头常常看到，啊，佛眼甘青，如青莲花。 莲花的叶，细长，细有生生世世，以慈心、慈眼及欢喜心，施于切者所感得之相。啊，生生世世培养。 慈悲心、爱心，啊，总是以爱心、欢喜心待人接物，啊，尤其是帮助别人，啊，贫穷、苦难的人。 这些人都需要帮助，啊，这个世间做好事的人也很多，但是比不上菩萨。做好事是用慈悲的爱心，啊，照顾别人。 像照顾父母一样，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，这就很难得了。这个功德非常之大。啊，布施是小事，这个心太难得了，这个心能感人。 给人家带来温暖，啊，用现在话说，给人带来能量，啊，所以这个布施功德了，知大小，论心不论事啊，供养的无恒微波，心非常真诚。 这个功德大，啊，布施东西再多，没有诚意，啊，好像可怜你，啊，把你看得很轻，那个德福很小，啊，因此，众福不是有钱有势力的就能修大福报，不一定。 穷人修的福报往往超过他们很多，啊，来生福报不一样，啊，穷人来生变成富人，富人来生变成穷人，施报的事论心不论事，啊，这个道理，《了凡四训》里头讲得很透彻。